大家好，离开台湾，到处流浪，也几十年了，难得今年呢，承蒙同学们的邀请回到台湾来度春节，住在台南极乐寺悟行法师的道场，我感触很深。38年，我从广州到高雄，在高雄下船，就住在台南徐丁营房。我们是跟孙立人将军的军队过来的。那个时候，22岁，住的营房是火车站附近的徐丁营房。这一次我问问大家，营房还在不在？我去参观一下，还在。现在是成功大学的校舍。这个张教授带我去看一下。那个时候，我们从中国大陆来到台湾，好像有10000多人住在这个大营房里。30多年过去了，不止60年，60年过去了，一大半的人都不在了。感慨万千。我来的时候23岁，现在88岁。那么在这么多年当中，可以说是我非常有幸，在我们这个团体里面最幸运的一个人。遇到了佛法，佛法带给我确实是方东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高的享受。我学佛因缘呢非常偶然，没接触到佛法之前，我们对于佛教有很深的误会，认为它是宗教，它是迷信，而且是宗教里面的低级宗教，
高级宗教，你看，像伊斯兰教，啊，像基督教，只有一个真神，唯一的真神。佛教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，什么都拜，这是低级宗教。啊，在那个时候是用这个眼光来看佛教，所以根本就没有意愿的去接触。我跟方东美先生学哲学，啊，方老师，我们不认识，知道他是桐城人。桐城是我们的老乡，啊，我的家乡是庐江，距离大概50公里，很近的地方，啊，就是知道这么一点信息，我给他写信，啊，那时候写了一篇文章，寄给他看，目的呢是想到学校，啊，台湾大学去旁听他的课程。一个星期，我收到他的回信，约我到他家里见面。啊，我们谈了一些家乡的事情。啊，他是桐城派，方苞的第16代，所以家学渊源很深。啊，明清两代，桐城派的势力很大。就我们家乡小朋友，农村里面说，都读书，啊，都上私塾，所以读书的风气很浓厚。那么抗战发生之后，起了很大的变化，啊，年轻人离开了家乡，啊，家乡都是老人、小孩。啊，所以我们在抗战期间当中，有4年没读书，没上过学，啊，是学4年。可是我这个读书喜欢读书，书本没丢掉。就方老师问我学历。我说我初中毕业，高中读了半年，跟孙立人将军到台湾来。他问我，你有没有骗我？我说不敢骗老师，啊，我说的都是实在话。他说你写的信，写的文章，我们台大学生写不出来。哦，我说虽然是学4年。可是没有丢了书本，喜欢读书。啊，把我的经历告诉他。那个时候，他告诉我，他说现在的学校，63年前，啊，63年前的话，这学校先生不像先生，学生不像学生。你要到学校来听课，你会大失所望。啊，我听了这个话很难过，对，老师完全拒绝了。啊，我们的希望变成泡影。啊，我们面对着你，啊，我当然是心里很难过。大概停了有6、7分钟，老师说：“这样好了，你每个星期天到我家里来，我给你上一堂课。早晨9点半到11点半，我跟他的哲学是在他家里教的，学生我一个，老师一个，我们这样一对一教的。”他给我讲了一部哲学概论，分作
五个单元，最后一个单元是佛经哲学。我感到非常讶异。我说佛教是宗教，而且是低级宗教，他哪里会有哲学？他告诉你年轻人，那一年我26岁。他说你不知道，释迦牟尼佛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佛经哲学是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是这样经历的。那么这个单元讲完之后，我了解了，明白了。那么在这个没多久，我认识张家和夫，这是一个专门学习佛法有成就的大德。方老师是个哲学家，他的佛学是附带，不是专门搞的。所以我找到一个专家，张家大师也非常难得，跟方先生一样，每一个星期天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的时间。他有空就2个小时，他如果有事情，他至少会有1个小时接近我。我跟他3年，我的佛学基础张家大师奠定，因为我一个人在台湾，没有后顾之忧。张家大师劝我出家，要我学释迦牟尼佛。第一本书叫我看的《释迦方志》《释迦谱》，是唐朝人写的，释迦牟尼佛的传记。他说，你要学佛，首先要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你才不会走错路。多了之后，我这才明了，佛教好像不是宗教。为什么呢？宗教第一个条件，一定要有一个创造宇宙的神，佛教没有。佛教里面讲佛菩萨，确实相当中国人讲的圣人贤人。他不是神，他也不是仙，跟神仙挂不上钩。佛陀这个名称是梵文，他的意思是觉者，觉悟的人。我们也可以用白话来讲，是个明白人。那么六道众生是糊涂人，佛是明白人，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完全通达明了，称之为佛陀。通达没有达到彻底明了，称为菩萨。佛是究竟明了，阿罗汉是刚刚明了。所以它有3个等级，像学校里面学位，阿罗汉是学士，菩萨是硕士，佛陀是博士。所以佛常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佛陀这个称号每个人都可以拿到，跟这个宗教里的神不一样，人不能做神，人不可以做上帝，但是佛陀人人可以拿到佛陀的头衔。搞清楚、搞明白，发现他是什么样的人，他确确实实是一位最好的社会教育家，而且终身奉献给教学。他30岁开悟，
开悟之后就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，啊，教学49，没有听说他放过假的，在经典上没找到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没有假期的，啊，而且教学的认真，有教无类，学生不分国籍，不分族群，不分宗教信仰，只要你肯跟他学，他会很热心教你，又不收学费。啊，我跟方先生没交学费，我跟张家大师我也没有红包供养他，那时候不知道。啊，老师对我非常好，非常照顾。所以我有这个基础，以后我离开职务，我到台中跟李老师10年，才会有一点成就。啊，如果没有前面两个老师这个奠的基础啊，那是不可能的事。啊，那么学佛最重要的要有真诚心。清净心、恭敬心，啊，对老师尊师重道。如果没有这个心的心态的，佛菩萨、孔子在教你，你也得不到。啊，这是圣学，啊，它不是科学，科学没有真诚恭敬可以学到，啊，那是技术，啊，这是讲。真正从内心里面发出来，真实智慧，不是真诚、清净、恭敬，绝对得不到。因此，佛法的沉船难了。到什么地方找到一个学生，这三个心的具足。那我反省。当年老师接受我，我心里想，这三个心有一点点，不多，啊，跟古人比呢，我就被淘汰了。古人真诚、恭敬、清净心，大概可以达60-70分，啊，那个及格。我大概只有30分。老师接受，那就想到大概现在学校里头学生对老师的恭敬心可能只有3分5分，那我有30分的时候就是他10倍了，所以老师不让我到学校去，让我到家里来学，这很不容易啊。啊，我跟老师，因为他住在台北，啊，见面的机会就多。20多年，啊，老师是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，啊，其他的关系不晓得。到老师过世做告别式的时候，秦孝仪先生做出的生平的报告，我们才知道他是蒋总统的老师。那个时候我们要知道不敢碰他，啊，我们完全不晓得，啊，也是蒋经国先生的老师，啊，那么长的时间的时候，我们对他这个事情的时候毫无觉察的，啊，但是我们看到一种现象，因为我那个时候在革命实践院服务，啊，阳明山庄。总统纪念周，我们看到讲台上的时候有一张椅子是方先生坐的，啊，那时候看到总统对他那么恭敬，不晓得关系，啊，只知道总统对他很恭敬，
啊，对他很客气。所以这个学，那么现在学生心浮气躁，啊，清净心没有，真诚心没有，恭敬心没有，怎么学法？那我这一点点小时候，10岁以前在家乡，父母教的，啊，有这么一点点基础，啊，对老师的恭敬，啊，这一辈子都不会改。只要听说哪个人是从事教育工作的，啊，是学校的老师，我们对他那个恭敬心自然就升起来。啊，现在没有了。外国人没有了，中国人也没有了，所以圣学的沉船有一定的困难，但是不能不传下去。如果要不能传下去，这是全世界人的悲哀。啊，为什么？中国圣学是智慧，啊，真实的智慧。智慧能解决问题，啊！可是人不相信，这是受过科学的洗礼。科学在这个地球上400年，啊！科学第一个是怀疑，圣贤学问决定不能有丝毫怀疑，有怀疑就是障碍。啊，决定要相信，决定不能怀疑，心性的学问。我们如何能够把传统教学的理念，啊，我刚才说过了，传统教学理念教学，希望学生不是得到知识，不是得到一种技能，不是，让学生成圣、成贤。成为君子，啊，古代教学的目的在此地，圣贤教育，啊，圣贤人中最好的人，要教好了，样样事都是好事，好人做好事，所以社会安定、太平盛世常常可以显现。啊，那么现在乱世，啊，怎么乱的？不但圣贤没有，君子也没有，这是问题啊！啊，虽然英国汤恩比博士提出来，解决二十一世纪社会问题，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。大乘佛法也在中国，印度没有的。这个话他说出来，他没有详细解释。啊，他是应该是80多岁访问日本的时候，好像是82岁访问日本，这么说的。我们看到这记载，他85岁过世。啊，没有详细说的。现在西方人知道这话他说的，啊，但是对中国传统的怀疑，啊，怀疑的原因我们不难理解。啊，我几次访问欧洲，跟欧洲的汉学，我特别关心的。跟他们接触，啊，我提出这个问题，他们不能答复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他不敢否定，也不承认，啊，所以我也给他们开玩笑，我说你们很聪明，啊，不敢否定，
那是因为汤恩比博士的地位太高，不敢反驳他，不敢批评他，那不承认，我说我能够理解，中国东西这么好，为什么中国向外国学，自己不学？我说对不对？确实从这怀疑我说如果你来问，把这问题问我，我说我是非常肯定地告诉你，汤恩比的话说的是真话，一点都没有说错。那么孔孟学说是什么呢？我们用时间短，跟他们在一起研究讨论了大概只有一个半小时，不长。所以我是告诉你一句，四个字，仁义忠恕，这四个字能不能解决当前社会问题？仁者爱人，那现在的人呢，不自爱呀，自己不爱自己，他怎么会爱别人？这个麻烦大了。如何能叫人自爱？传统文化的复兴确实有难度。我是奉的人，我就劝他，劝他发心，要认真学习。大臣也是四个字，真诚慈悲，都找不到。没有真诚慈悲，没有仁义忠恕，就不能入这个门。中国传统儒释道的门就进不去。所以我们这十几年来提倡的弟子规，弟子规就是孝亲尊师，就是在这个地方把五伦落实，五常仁义礼智信从这落实。要学感应篇，道教的；要学十善业道，佛教的；是儒释道三个根，这三个根要扎下去，先可以入门。那用中国传统的说再讲，就是十二个字。老祖宗教我们，教了几千年，我们最近200年才疏忽，才把它丢掉。现在找回来还来得及。这12个字，这是归纳起来的：孝、悌、忠、信、礼、义、廉、耻、仁爱、和平，就这12个字，祖传的。我相信超过10000年以上。没有文字不能说没有文化，文化在文字之前。老祖宗一代一代传，四个科目基本的，五伦、五常、四维、八德，不会传错的。传10万年也不会传错。古时候，人人必须要学，必须要遵守那么今天，大家都期望着这个世界还能有和平吗？和平从哪里来的？我刚才讲的12个字，终极的目标是和平。和平从仁爱来的，没有仁爱就没有和平。仁爱从哪里来的？从廉耻来的。没有廉耻就没有仁爱。廉耻从哪来？从礼义来的。礼义从哪里来的？
一层一层的你去推。然后你就能找到根了。中心来的，中是心要摆在当中，没有偏心，没有私心，这叫中。你看中国的文字，树啊，从中树来的呀。孔夫子，哎，要先说到。所以说，上面孝悌，所以孝是对父母、对老师；悌是对兄弟姐妹，是对同辈分那一种情爱。啊，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把根找出来，然后我们的文化可以复兴。文化并不难，啊，文化真的是好，就方先生所说的，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我这一生感激老师，如果他没有把佛法传给我，我完全不懂得，啊，那么这一生我过的真的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啊，最高的享受不是有地位，不是有财富。是快乐啊，没有忧虑，没有压力，没有负担，你说多快乐啊！所以走释迦牟尼佛的道路，讲经教学啊，世尊教学49年，我教学到今年56年。啊，天下第一等快乐的事情，就是讲经教学。啊，有人说年岁太大了，太累了，能不能把时间减少一点？不行，为什么？快乐没有了。啊，所以孔孟学说，抓住这12字行。孝悌忠信，礼义廉耻，仁爱和平，抓到这个就行。佛法呢，抓十善业道就行了。这核心，不杀生，是仁；不偷盗，是义；啊，不邪淫，是礼；啊，不饮酒，是智；不妄语，是信。跟无常相同，仁义礼智信，啊，就是佛家的五戒。那五戒里面说详细一点，不妄语则分，不染食，不绮语，不恶口，再加上个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是善业道。啊，把这个做到，人快乐啊，有钱。有势力，有地位，不见得快乐。啊，古时候读书，目的是什么？想做官。为什么？快乐。古人做官真快乐，没有案子办，人人都是好人，事都是好事。啊，所以你看那些官，那些官僚的时候，他们没有事情。饮酒赋诗作乐，啊，《四库全书》几部，大概2/3都是那些人写的。他没事情干，在家写文章。现在这个时代变了，最苦的、最辛苦的做官了，最快乐的是我这样的人啊。我住在澳洲，澳洲的前面2个总理对我都非常好，啊，尤其陆克文，跟我是好朋友，他做了总理，邀请我，
我到堪培拉去看他，他端了一个大杯，比这个杯子还大，咖啡，告诉我咖啡，我说怎么了？一天要喝五杯，为什么？精神提不起来呀、啊，所以我就告诉他了，我说你这个行业，现在这个世界上干你这行的最苦，啊，我很同情，啊，我说最快乐的是我这一行。这些都是真话，都是实话。啊，所以我们要今天要恢复传统文化，是要做出样子，做出榜样，外国人想学，没有做出来，跟他说，他听懂了，他也说，这是理想，这做不到。啊，我们在汤池搞这个《弟子规》，这三个根点，实际就是做给联合国人看的，啊，联合国的大师，我跟他们做报告，他说我这是理想，做不到，我就试试看，做成功，做成功，我到联合国说话，声音就大了。没有做出来的时候，人家一回话，我答不出来啊，真正做成功了，才知道。而且呢，快速成功。我们认为丢掉200年，至少要2-3年才能做出成绩。没有想到，3个月，3个月的小镇，居民48000人，良心出现了，不好意思做坏事。啊，180度的转变，让我们感到非常惊讶。我告诉那个时候的老师，37位老师，我说我们千万不要骄傲，不能傲慢，啊，绝对不可以认为我们自己有德行、有智慧啊，把人教好了，啊，我说这个不是我们教好的，我说谁的功劳呢？祖宗之德、三宝加持、人民听话，啊，这小镇的人民，我们教他，他肯做。他能接受，他肯做，才有这样的成绩出现。啊，所以我们要感恩，啊，这个政府的领导要感恩地方的居民。啊，绝对不是我们自己有智慧、有德行、有能力，不可能。啊，所以我们的心善，啊，心真诚，感动祖宗，感动佛菩萨。确实，整个一个系列，啊，从我到台湾来，一直到现在，往后也如此，都是佛菩萨安排的，啊，我自己一点也不操心。这个话，也是63年前张家大师教给我的，啊，我们没有别的长处，就是老实、听话、真干。那么今天贡献诸位12个字作为我新年的礼物供养大家，啊，那么要由老实听话真干，你决定有成就，啊，在这个时代当中多听经多念佛，啊，经要是听进去了，越听越有味道，啊，你会欲罢不能。好，谢谢大家啊！祝福大家新年吉祥如意，福慧增长。谢谢。